哎，妈，哎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正好吃饭。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先别急着吃饭啊。你知道刚才我下班的时候在小区看见谁了吗？谁？小六子。哎呀，我也看见他了，是吧？还帮咱家干活了呢。干啥了？这不白菜帮我抱进来的。进咱们家没有？这不是抱进来，他能不进来吗？哎呀妈呀！啊，检查一下。 看家里丢什么东西没有？丢了，他妈那戒指丢了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行，别往人身上赖啊！人小六那孩子现在可好了。妈呀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是因为啥进去的？你忘了？那我知道。你怎么敢让他进咱们家呢？你说你。 不是人，他吧跟我说了，啊，人家搁那里头是表现特别好，提前放出来的呀。表现好，戒指咋没了呢？啊，刚才不就是他到咱家来了吗？不是，王小倩还来了呢。王小倩也来了？啊，好你个王小倩，不对，据我对王小倩的了解，啊，我只要问他一个问题，就能证明这戒指不是他拿的。 怎么回事？因为王小倩根本就不知道金戒指这玩意儿还值钱。他不傻，是他不傻呀，不傻，你咋不嫁给他呢？老奶奶，老奶奶，哎，这就两馒头。馒头啊？我看你长得像馒头。不是，你过来，王倩。干啥呀？二姑父问你一个严肃的问题啊，你认真的考虑好了再回答啊。啊，假如马路上。 有一张10块钱，还有一个金戒指，你姐哪个？我姐10块钱。不是他，你咋不捡的金戒指呢？捡那破玩意干啥呀？别人再以为是我偷的，再削我一顿，多冤枉！你看，妈，你看，真不是他偷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小六子。小六子，二姑，二姑，咋回事啊？你我没看错，没谁了，好孩子啊，小六子放出来了，知道不？ 我知道啊，送快递呢。哎呦妈呀，还赶上他送快递，送快递那是什么活啊？谁家有人，谁家没人，他全清楚。小区都危险了。啊，哎，你看放出来第一天啊，把我妈这金戒指给偷了。啥呀？哎呦，我幸亏没捡着金戒指，要不是不是沾包了啊。你看见没，妈？你这样，你给我表演一下，刚才他是怎么搬的白菜？ 啊，怎么搬的？刚才吧，我手里拿一颗啊，这些都是他一嘴抱进来的。他抱的，然后他把这堆放下以后呢，放下了，就把我这接过去了。哦，把这个接过来。啊，等会儿，看见没有？啊，哎呀，这手法啊，哎，就这么一接，哎，金戒指给撸下来了。啊，就是他。 不能吧？咋不能呢？还不能呢？范奶奶，咋进去的？你不知道啊？啊，破了，就他了。给我打电话。对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你别管嘛。喂，嗯，小六子，你在什么方位呢？对，问他在哪儿呢？没出小区呢？太好了，让他来。太好了，来范奶奶家一趟吧，我有个快递。送啥呀？送馒头，从老范家送到老王家。 你快点的吧，要不我一个瞅瞅了啊！马上就到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他来了，你们谁不许吱声，听我一个人的。啊，吱不吱声也是他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哟，二姑父，小倩儿，小米粒儿，小命怎么跟？粒儿，哎呀，六子，哎哎，回来啦。那个。 奶奶其实也没啥事儿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奶奶给你出道题呗，不，听好了啊，假如马路上有10块钱，还有一个金戒指，你捡哪个？考我，我捡金戒指。哎呀妈呀！ 你哪能捡金戒指呢？你捡那10块钱，捡10块钱。奶奶，傻
子才捡十块钱呢。说谁呢？敢听你奶奶话，你别碰那金戒指，你就拿那十块钱。奶奶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其实应该两个一起捡。我打他，我打你，嘿嘿嘿。哎，你们把我打电话叫我来，就是跟我玩脑筋急转弯啊？你们也不想想我是干嘛的？我送快递的呀，我送快递，我天天干嘛？我天天我没事我骑个车我就光转弯了。你们还跟我玩这个玩的？这家给他狂的，哎呀妈！孙子，算奶奶求你了，你千万别碰那戒指的，别碰！我还是回屋自个儿找找去吧。找啥呀？奶奶，我帮你找。你别帮着找了，越找越乱。你嘚瑟啥？你嘚瑟啥？你那馒头呢？你让我给送馒头。嘿，看馒头呢？什么馒头啊？二姑父，这馒头个儿挺大呀。我看见了，交给我。好。哎呀，二姑父。哎呀，六子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六子。哎，你看你这出来了，也不跟姑父说一声呢。不是，没几天，姑父怎么也得请你吃顿饭呢。哎呀，你跟你说啊，吃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。啥时候近几天就变成东北小烧烤配加多宝了？哎呀，下来了啊。哎呀，二姑父，你这真想我呀，都把我这手指头拽秃了皮了。没注意来，看你这，那个小六子，刚才范奶奶说这白菜呀得搬厨房去，你搬呢？哎呀哈，刚才我这腰啊抻了一下子，哈不下去，递我一下子，快递我。我凭什么我快递你啊我？你不是快递吗？快递我，快递我。快点递，快点的！我快递，我就快递你，我这啊，对，快递我，对，快递我，对，好像长死了。哎呀，这狠的，这上，看我的。六子哥。你可别这么叫，小姑咱差着辈儿。那杨过跟小龙女不也差着辈儿呢吗？那您说什么事儿吧，姑姑。六子哥，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？戒指啊。呀，你结婚了？你结婚怎么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？没有，这个不是我的。啊，不是你的呀？那你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？可以啊，就摘不下来，太紧，缠绳了。啊，还缠上绳了，缠挺紧呢。你给不给姑姑看？你不给姑姑看，姑姑生气了。给。哎呀，你来好好看看，啊，这个戒指，你眼熟不？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该哪儿找着的？在六子手上找着的啊！哎呦，六子呀，奶奶可得谢谢你呀，这戒指奶奶就寻丢了呢，我到处找啊，谢谢啊！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着了，怎么没了呢？奶奶，这戒指是我的。哎，你手法挺纯熟啊，你啊。真是我的孩子，啊，这个戒指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，它怎么能是你的呢？这真的是我的。哎呀，孩子，这戒指是我的，那上那线儿是你的。不是，这戒指和这线儿它都是我的，这是我妈给我的。这谎让你撒的头子冠军了，啊？六子，你跟我过来。坐下，六子，为了这么一个戒指，你怎么能拿你妈当挡箭牌呢？啊，你说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她容易吗？现在她走了，你可不能因为她往你妈身上
泼脏水呀！啊，你说说，你妈怎么能养活你这么个儿子呢？啊，哎呀，奶奶，你是不是丢了个戒指啊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你演的不错呀，你演的，接着演啊，接着演，奶奶。你说这个戒指是你的，它就是你的。我送快递去了。哎呀妈呀，他整的还挺理直气壮的。我就说他改不了，这还改得了？告诉你们两个，以后别戴着有色眼镜看我。他刚才说什么？他说别戴有色眼镜看他。他怎么知道咱俩要戴眼镜呢？是呢。行了，您俩可别闹了。范奶奶，俺俩没闹，破案呗，今儿早上呗，今儿早上呗，早着了。哎，钱儿，哎，钱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干嘛？这要气肺呀？我这体格也飞不起来呀，往哪飞去？你说你还能不能干点事儿了？我叫你借两个馒头，你借这么长时间，那一锅菜都叫我吃了，你想齁死我是不是？借啥馒头？我搁这破案呢。哎妈，你这熊样还破案？你破案员还要警察干嘛？你滚一边去吧你！你真破案呢？王叔来了，来了。咋的呀？撑着了，跑这儿来了？都在家啊？啊。哎呀，老米呀。啊。现在你这个做饭的技术是越来越高了，我啊，你说这个肉是越来越少了，佐料就是越来越多了。这话说的，佐料多它不香吗？好吃。是，佐料多是香啊，但是你不能软的硬的一块往里搁吧？不过吃着吃就听嘎嘣一声，妈呀，把牙割掉一个，我拿出来一看是个金戒指。啊，金戒指啊。啊，你的，你看我认的。哎呦我，你什么你呀？你，当年恁家老范托我找百货公司的熟人给买的，对不对？就这个。是是是。我跟你们说，孩子们，那会儿那个戒指和现在可不一样。现在这个戒指，你看花样那么多啊，都不一样啊。那会儿那个戒指都是这一个模子卡下来的，一模一样，谁买都是戴大街上戴戒指都这一样，是你的吧？是，拿去。哎，以后求婚呢，就明目张胆的来，别往菜里搁，对不对？走你，啊，走。你干啥去？我看牙去，我干什么去？这个牙都割掉了，你干什么？倒霉孩子。哎呀，孩子，闹了半天，我这戒指是掉汤锅里了，你看看。我看看。你看看。哎呦，这俩还真是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的呀。就缠绳了。嗯。妈，我不是说你的啊，你要是也缠个绳，不就掉不了锅里了吗？就是妈，不是我们说你，你说那戒指早点缠个绳，你能冤枉你六子吗？范奶奶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要缠个绳，别说掉了，撸都撸不下来。就怨你妈，你说这事儿，这六子你要是放出来了，你说你这……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说你们几个孩子，不是我说你们。刚才你们把六子给冤枉啥样啊？你们呐！我就怨你。哎呀，啥玩意儿？你二兄弟，不，妈，你放心吧，啊、这事交给我啊。行啊，行，快点往家，给六子打电话，让人来一趟。啊，二姑你放心吧，交给我。哎呀，太像了这。喂，小六子，你来一趟啊。来了，姑父，他让我滚犊子。能干啥你？我给他打。喂，哎，六子吗？我是你二姑父。对，你到我们家来一趟，我有个快递，麻烦你一下啊。哎，他不来。哎呀，六子，我是奶奶、啊，你快过来一趟吧，奶奶真有事求你啊。哎，哎，快过来，你可好好跟人解释啊。你放心吧啊。哎，你放心。给人孩子冤枉坏了。没事，不要紧啊。奶奶，我来了。六子，那个我们家有个快递，麻烦您给送一下。寄什么呀？就这个戒指。寄给谁啊？寄给你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海刚，哥哥。